Hello， 而家我哋咧嚟到韓國嘅 Golf Club 啦，應該係，係今日第一日同韓國嘅導演合作。由我哋第一日到咗韓國之後，即刻同導演同埋佢成個 team 一齊開會，已經感受到佢哋工作嗰種認真。要就是對這個狀況完全不在意的那種。係。非常非常之仔細同埋好專業，我其實唔覺得自己拍緊 MV， 我覺得自己拍緊一個大電影。你要拍 MV 現場咁多人嘅啫。關閉的眼睛，開放的身軀，你一拉，有少少緊張其實，因為每一個部門每一個環節，所有嘅工作人員都做得好好，咁我都希望自己嗰一 part 可以做到導演嘅要求啦。谁明白为何面熟？谁未承认为何追逐？如呼吸。急性，好少一次可以就咁穿过两个窿。同埋今次嘅拍摄个时间都对我嚟讲都系个挑战嚟嘅，因为我哋拍一日一夜，因为一开始我哋收到通知话，我哋一个 MV 系拍两日啫，咁我哋以为系分开两日拍，点知原来佢系连拍两日。幾犀利嘅，因為咁長時間拍攝，咁大家都要 keep 住個精神好集中啦。只要身貼身，不真嘅是誰？關閉的眼睛，開放的身軀，你一拉，我一推，從此喜歡過誰？情緒太高，動作很大，這刻興奮劑多麼多。卡，你出。出群眾多過陣間跳舞啊！喂，你嚟試下教我點做啊？我亂嚟啊！給我一秒鐘，不管你是誰。關閉的眼睛，開放的身軀，你一拉，我一推，從此喜歡過誰？有冇風扇？有冇冷氣？真係爆曬汗。從此得到過誰？咩都食嘅嚇，出嚟嘅話，我相信無論係我哋自己啦，或者係俾所有嘅 fans 啦，所有嘅聽眾朋友啦，我都希望無論喺聽覺上面或者視覺上面。俾多一個新鮮感，甚至一個少少嘅突破俾你睇到。